台北市有一个地方，你们去吃饭，你们一定很满意。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南京东路桥下那边有一个叫司机俱乐部。那个菜上到我都傻眼了，我进去还没坐下，我说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什么炒青菜什么什么的，点一点。啊，就能我刚坐下来，炒青菜你拿了。哎，这叫炒的。你说什么卤豆腐那还不算，它是炒青菜从里面拿出来。那你们这一票呢，就是去哪里关岛吃饭，或者是海岛国家？哇，真是。哦，他们真。